相信自己最大的信念，拿出年轻人的活力，129位慈济大专青年圆满2018年心灵成长营，许自己就是承担更多的东西责任，然后可以在跟着学长姐，就是还有施工上的脚步去做得更多，让年轻人最容易接受的方式在网络上做一些互动。打进年轻世代，善用社群媒体推广书食，结合社区资源设计环保系列活动，也落实居家关怀，各地慈亲接触各式各样的人，培养悲天悯人的胸怀。聪明是一种天赋，但善良是一种选择，所以我觉得就既然我们都来这边了，我们都选择善良，所以我们应该要持续下去。唱出慈亲精神，莫忘出发心。四天营队每位学员都是一本大藏经，彼此精进，要持续用年轻热血的灵魂，邀约更多人挑起天下米罗。大爱新闻谢云山翁国家花莲报道。